昨天的妞妞来新家溜达了一圈，今天轮到雅虎了。走，带你出去玩会儿。因为院子的围墙还没砌，我就分批带他们来，免得看不住乱跑乱叫。这套房子呢，真的不是别墅，面积也没有我那套两层带露台的大。我只是单纯的喜欢一楼，养花养草，遛狗方便。而且它在景区里，走几步就到海边，以后当个民宿什么的也是个营生。走吧，还等我呢，走啊。本来想让雅虎给大家拍一段狗狗视角的视频，但是它走路像个跳马猴子似的，还是算了吧。对吧？那个什么，这画不能去，我这画不像。你看，看，你看，来吧，好像。大狗什么？雅虎说：“怎么我媳妇来就有红色垫子，我来就没有红色垫子呢？你快把红色垫给拿过来。”拿，你媳妇能过海？哎，你老爷们儿操的，你要听啥话？看见了，再见了啊。